三角骨。我吃的这个是孜然味的。这个三角骨是带肉边的三角骨哈，吃起来会很香。有两个味儿，辣味儿和孜然味儿。我觉得这个孜然味儿的好吃。在肉边的大崩脆，可以选混味的啊，可以选择一袋麻辣味一袋孜然味，然后也可以选择一种味道的啊。